实很冷，这城市的轮廓清晰得很残忍，慌了神，人们好笨，这世界的大小还算不完整。而你会在哪里，为了什么狂奔，会光临我的梦吗，还该不该等，从你第一次敲我的门，让寂静有了声，让城市的冰冷突然有了温，你我他他都在寻找最最爱的人，忘了身边那个被疏忽的守护神，最让人怀念的不是完美的人生，人家找来的律师都想方设法的帮甲方规避问题，你倒好，你给我找了个纪检委书记。只要咱们没有问题，他再怎么折腾也影响不到咱们。我就是不爽他现在对我的态度。再说了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总比过会的时候被卡要好吧。我可以发誓，我们的产品绝对没有问题，如果有问题那肯定是运输时候出现了问题。那就好啊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行行行，你有经验，我的诉求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，咱们的诉求是一致的，不是吗？别再让他给我找麻烦了，行不行？老板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有豆角，还有香菇，还有花菜。谢谢你儿子，但是妈妈都不想吃。那我这儿还有牛排、鱿鱼、大蒜，还有土豆片。妈，你想吃点什么？不行的话，我给您整碗面，苏州奥灶面。这里是我家，我想吃什么我自己会做。好，肯定也得吃点什么呀，不能这么饿着。您既惩罚不到我，更惩罚不了静静她爸爸，您这不是惩罚自己的吗？对不起，儿子。你能先出去一下吗？妈妈想跟跳跳爸爸说几句话。哦。你们那天出现在医院，也是林庆坤安排好的。啊？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巧？跳跳明明没有食物中毒，你们为什么要去医院？偏偏走了又回来，凑巧又碰到我。你们是不是为了就看那个检测报告还有包装？您这个脑回路啊！这样陈山就能顺理成章的帮我维权，你们就跟林庆坤一起演戏，让我觉得他有所悔改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骗我拿到签字，你们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把我当猴耍？您是不是觉得您家老公是神仙啊？啊，掐指会算，能下这么大一盘棋？那要照您这么说的话，您家孩子食物中毒也是您老公提前安排好的喽？先是千里迢迢把孩子从深圳转到了上海的万德福小学，然后再安排小学门口小卖部的老板把有毒的肉脯卖给您的孩子，把孩子都豁出去了，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的和小唐忙开展工作，是吗？行，就算您老公在您的家里边能够掌控乾坤，运筹帷幄，那我们家为什么要听他的呢？我跟跳跳为什么要配合他呢？大晚上的，我们先跑到医院给您演一场戏，然后出了车祸，跳跳脖子受伤了，我们家的车现在还在4S 店里边住院，我们家赔的本也太大了吧？他要给我们家多少钱啊？啊！是，那被爱人骗了，心里确实会生气，也会不舒服。换做我也会这样，但是您就事论事，思维不要太发散，好吧？如果我无意的行为，我给您造成了伤害，我再次跟您道歉，但我也奉劝您一句，理智生气，别伤及无辜，也别伤害到自己。你
时间在这里胡思乱想，不如出去陪陪孩子。厚脸皮！你生气我特别理解，但是老林那人做事我是真摸不到脉。还有他跟你们律所那个陈山，说真的，俩人就是一对神经病。但是 IPO 这事儿吧，我是真没经验，全得靠他。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好心好意的来看你们，怎么就突然两头不是人了？哪有？你在我这儿一直都是好人，我知道你对朋友真心实意。那刚才为什么珊姐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该不会你们真的有什么不合规的地方吧？不可能，我们都是很正规的。跟我也不说实话是吧？你们律所的纪检委都出动了，我哪敢不合规矩啊？对不对？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哎，你真来了？行行行，那我现在去接你。好啊。凯瑟呀，实在是抱歉啊，我这后面还有点事儿，你要不先回去，我这陪不了你了。那咱们下次找一个非工作的场合，把工作撇开，聊聊咱俩的事儿。咱俩有什么事儿啊？就吃吃饭、叙叙旧什么的。真不跟你说，人家等着急了，我可都对不起。啊。行，你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们这儿啊，太是非了。你下次想吃什么，提前告诉我，我全部安排好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行，你别送了，我先走了。慢点啊。嗯，再见。怎么真跑过来了呀？不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欢迎我呀？不是求着我的时候了？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是最近公司事儿太多，还有上市各种很多人安排，没办法呀。走，咱们进去说，好吧？李总，你好啊，李总。你们认识啊？现在认识了。您好，我是捷成律所的律师李玉，咱们可算是本家了。这个是我的名片，后面有我的微信号，之后有什么物流需求可以找您谈吧。可以可以。好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干啥呀你？现在情况不是一般的复杂，我这人多眼杂的，你现在来找我，怕是节外生枝吧？节什么外生什么枝啊？你想想，他能认得出来你，那说明做足了功课呀。那咋办呢？先进去再说。走。你们都开始制作申请文件了。我的股份现在不落实，那以后不就更不好落实了吗？是，我呀都想现在就给你，但我们真的操作不了。你我，咱俩过命的交情，亏待不了你，也不能亏待你。现在券商推着我们走，如果现在办股权转让，所有人都得停下来，一切都得重新开始。而且证监会那些人又不傻，你跟我这关系，没事都得说成有事。还有刚才那女的，都是隐患。李哥，你就有点耐心，君子报恩还十年不晚呢。你得了吧，我可等不了十年。我就是那么一说，当然用不了那么久了。以后用并购的方式，一切运作就变得很简单了。两位，要不这样，我们请律师进来，听听看专业人士怎么说。
对对对对，哎，听专业人士的，他说不行，肯定不行。IPO 项目在会期间股权转让是有成功案例的，目前还没有上会，只要文件手续合规是可以进行的。只是时间要抓紧。你看看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谢谢你啊，陈律师。哎，这跟我们法律顾问说的不太一样啊。哎呀，还是陈律师比较厉害。那我可回去等着了啊。谢谢啊。慢点，李哥，慢走啊。陈山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为我做事，赚我的钱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我之前已经告诉他我们跟大理的关系，他有可能是担心大理反目，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。Steven， 你要从大处着眼，不要影响事大。我并不担心什么反目，只是仔细查阅了大理运输承担责任的所有材料，全部合规，找不到问题。在法律层面，我无话可说。现在你们请我来是咨询转股相关事宜，我只是尽责告知，能做就是能做，不能就是不能。我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客户，就对一个信息不对等的人主动说话。请赶快进流程，免得耽误时间。哎，你知道1%的股份上市之后多大一笔钱吗？前提是要能上市。承诺这种东西，尤其牵涉到利益，要么就别做，要做就要兑现。林总，最后这句话说得漂亮，请与史蒂文共勉。没事，我工作去了。哎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跟他承诺什么了？两个人说要吃要吃，给你们烤了这么多，结果又不吃了，多浪费啊！当然吃，吃是等会吃，一会儿啊全都吃光了，不许浪费啊！知道了。嗯，你们俩吃这么多肉咸不咸？喝点东西，过来静静。快快快！谢谢阿姨。来，谢谢爸爸。自己能打开吗？能，当然能。我来，你这吃了什么一嘴都是啊！慢点喝啊。哎，阿姨，你别动，别动，我看一眼。得赶紧拿凉水冲一下，然后上烫伤药。静静，带妈妈回去拿凉水冲一下，快！跳跳。在这儿不许碰啊！离火远一点，听见没有？远一点啊！听见了。我马上回来。说赶紧拿凉水冲一下。家里边有没有药啊？没有的话，我出去买一趟。左边第一个柜子。啊，哪个？哦，那边。好。妈妈疼吗？妈妈没事。不是您家这个常备药可太少了，我找来找去就找了这么一瓶。我也没用过，也不知道疼不疼，你忍着点啊。你放那儿吧，我自己来。啊，您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不也过来了？啊。我妈有一次切菜，不小心切到了自己的手指，流了一地的血，也是自己弄的，一声也没哭。哟，那你妈妈可真够勇敢的，真够坚强的。这要换成跳跳的妈妈。那早就天都塌下来了，肯定就喊孙子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赶紧带我去医院。你在这里陪一下妈妈，我去看一下跳跳。你把球还给我！你把球还给我！又不还，你把阿姨踢伤了，不道歉，而且还骂人，你管得着吗？不对的话，谁都可以管。你今天必须道歉，而且保证以后不再把球踢到这里来了。你要是再在我门口瞎嚷嚷，信不信我去踢你？你哟，可以可以，你早这么认输不就对了吗？你跟小妹妹道歉，
爸。不是，我凭什么道歉呀？又不是我弄的，我怎么知道那边有？站住！你这个小朋友说话怎么这个态度呢？这个球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你的球把那个炉子给砸翻了？不是，你碰瓷儿是吧？算了算了，别跟邻居有矛盾。我怎么就碰瓷了呢？我让你赔钱了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阿姨的手，都烫成什么样子了。你没事了吧？你是不是应该跟阿姨道歉？没事，放心吧。还有，以后不能随便乱踢球，听见没有？要不然我……不然怎么着了？我就踢了，怎么着了？我爸妈都不管我，你哪位啊？还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？哎，哎，你把球给我捡回来。你没看见这个炉子，我也没看见你的球啊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没有看见。你们欺负人是吧？妈，妈，哎，妈，怎么了？妈，怎么了？他们欺负我，他把我球给踢走了。谁把你球踢走了？就是他。哎，大姐，您听我说啊，事情是这样。就是我们刚才在这儿不是吃烧烤吗？然后突然飞来一足球，您看，把后面那个烧烤炉子全给打翻了，里边那个木炭就直接崩出来了。您看，您看这边，给那个女士的手都烫成什么样了。我就跟您儿子说，应该给这个阿姨道个歉，您儿子就挺不愿意的，我就把他球给踢飞了。是，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应该跟他道歉，但是他是不是也应该给这位女士道个歉？您说呢？对，应该道歉。对，给我妈道歉。哎哎，愣着干什么呢？道歉啊！对不起。大点声。哎，鞠躬道歉。对不起。哎，大点声。对不起。哎，对不起啊！这孩子啊，他从小就让我给惯坏了，从小就闯祸啊！我也带孩子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，要不要咱们上医院去看看呀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已经擦过药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娇娇，以后不许这样，知道吗？哎，那个大姐，啊，就我一个大人，跟孩子这样。把他球给踢飞了，确实我做的也不对，我在这儿也得给孩子道个歉。那个小朋友，叔叔跟你说声对不起啊。说话呀，没关系，叔叔。哎，其实叔叔就是想跟你说，你对别人怎么样，别人也会对你怎么样。如果你跟别人和平相处，别人也会对你好好的。听见了吗？嗯，交给你。记住没有啊？嗯。叔叔说的对，你以后对别人什么样，别人就会怎么对你，知道吗？嗯。那个，这事儿吧，我也得说你两句啊。你说你挺大个人，他这么点个孩子，是，你哪能光把球给踢跑呢？你就应该直接揍他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怎么是，都是我们不是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个以后咱们还是邻居，得好好相处。你看把这儿给弄得那么乱，我刚帮你们收拾收拾。哎，不用麻烦了。别麻烦，你都说了都是邻居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你别这么客气。是是是。哎，您看我这正好还剩这么多肉的，要不然一块烤了给吃了。不不不，咱先吃。爸爸，我明天为什么不能去静静家里啊？因为人和人之间呢，要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，尤其是和不太熟悉的人。如果走得太近的话呢，别人也许会烦的。但是我不是已经和你很熟了吗？你不是也和他妈妈很熟了吗？也许没有你看到的那么熟悉哦。嗯，那我应该几遍不就熟了吗？哎，对了，宝宝问你啊，你今天怎么就突然那么勇敢，敢跟那个大哥哥叫板呢？他不对，我照样跟他讲道理。嘿，你这点劲儿啊，还真像你妈，眼睛里不揉沙子是吧？是。但是你记住了啊，以后遇到事情之前，不要盲目的勇敢，先要想好是不是能保护好自己，听到没有？嗯，那怎么保护呀？你可以把爸爸叫过来呀、啊，有爸爸给你撑腰的话，就没人敢欺负你了，对吗？你呀、啊？哎，静静听啊。静静说他爸爸老是不回来，下回你也给他撑撑腰呗。我今天也给他撑腰了呀。那明天咱们再去撑一次。哎，你又绕回来了是吧你？是啊。
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点狡猾劲儿，真够遗传你妈的。那当然，我是她亲生的，不像她还像谁啊？那你也是我亲生的呀，你怎么没遗传点我的好处呢？遗传你啥？你自己想啊，想你爸有什么优点？好像没有什么优点吗？孙远跳。哦，有煮饭，煮饭可好吃了。嗯。姐夫，爸爸，姐夫，哎，那个李玉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咱们一起去过杭州的，你还记得吧？是记得记得记得啊。怎么了？来这边办事情啊？哦，珊姐不是不在吗？我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。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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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这早晨也忙，正打算送孩子上学呢。哎，那正好，我开车送你们吧，咱们路上还可以聊几句。啊，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我叫了网约车了，还有100米就到了，谢谢啊。哦，姐夫，姐夫，哎，嗯，其实有一件事儿，我不想您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是关于小糖丸的事儿。您看看这个。哎，爸爸，车来了。珊姐骗了你。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车来了，我先送孩子了，走。慢点，慢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孙工早。哎，梅工，走。有一件事情，我不想让您蒙在鼓里。这是我昨天去中介封闭基地拍到的照片，右边的人叫 Steven，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，他是小糖丸的创始人兼法人。左边的人叫李顺达，是大理运输的老板。你应该已经知道大理运输替小糖丸顶雷的事了吧？如果不知道，请自行百度。大理运输是家小型运输公司，年营业额虽然有千万，但净利润几乎没有。喂。喂。我想跟你谈谈。现在在忙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大理运输是小糖丸的替罪羊，对不对？你是听到了什么，还是看到了什么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很复杂。不是有什么复杂的，很简单，是还是不是？这不是一个能用是或不是回答的问题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明明知道小糖丸不是无责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，陈山，你明明知道小糖丸不是无责的，你现在还在接他们的案子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。哎，孙雷，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儿，你不要干涉我工作好不好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，你得相信我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不是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该质疑我的那个人。
气很冷，这城市的轮廓清晰得很残忍，慌了神，人们好笨，这世界的大小还算不完整，而你会在哪里，为了什么狂奔，会光临我的梦吗，还该不该等，从你第一次敲我的门，让寂静有了声，让城市的冰冷突然有了温。爸爸，作文签字。哦，我的暴力妈妈。我也想写超人妈妈，但是静静她写了，我不想跟她一样。我的暴力是好词。我妈妈她对工作很暴力，总是恨不得把所有的事一天干完，为此她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。她对不好的人和不好的事很暴力，就像个女侠一样。像女侠一样喜欢打抱不平。对，我就要打抱不平。爸爸说他对我很暴力，是希望我以后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对工作暴力，是想腾出更多的时间陪我。对不好的人暴力，是为了更多的人不被暴力。行了孙磊，我要上战场厮杀了，万一马革裹尸还，你要照顾好跳跳。爸爸，你怎么了吗？没事啊，我只给你讲了这么一点点，你就能发挥得这么好，你厉害呀，孙远跳。那当然，因为我是天才嘛。行，签字吧。好。陈川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质疑你。我知道你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危险，我不在你的身边，一定要多加注意。你好。哎呦，妹子啊，你看看大姐给你送什么好吃的来了。你看香不香？这是我自己卤的，特别香。但是我们家人特别少，吃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你自己吃哪吃得了啊，你给那小孙送点去。小孙啊，你忘了？就是咱们一块烧烤，他一脚把我儿子球给踢飞那个。哦，那个他女儿跟我说呀，他妈出差了，就剩这爷俩在家了。你说一个大男人哪能会做这么多好吃的呀？你们两家一起分着吃啊。哎，不行，其实我跟他们没有这么熟的。阿姨，我熟，我可以跟跳跳讲，我去跟跳跳讲。哎，静静。好，你看这儿子又帅又聪明。妹子，咱们俩呀是邻居，以后可以常来常往，不用这么拘谨啊。那行，我不耽误你过多时间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那行，那我送送你。哎，妈妈，妈妈在厨房。妈妈，我已经用 QQ 问过跳跳了，他说他超爱吃猪蹄的，我们现在就给他送过去吧。现在？嗯。可是现在天已经很晚了，我们改天再去吧。妈妈，我都跟跳跳说好了呀。说好了可以再改的呀。刚
改天一定会安排改天的事。我都听见你跟跳跳爸爸说的话了。我跟跳跳爸爸说什么了？你说不喜欢他们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呢？那天你不许他们进大门，还不吃他们做的烧烤。妈妈，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？为什么要说谎呢？儿子啊，这个事情也不好解释。就是大人的世界你不懂。我不管大人，但是跳跳是我在上海交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好朋友。他爸爸给我讲作文，帮你涂药，让隔壁哥哥给你道歉。妈妈，我觉得。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家地址啊。我知道呀，跳刚已经给我发过来了，而且很欢迎我们过去，还在等着我呢。啊？那好吧，那你得答应我，咱们把东西放下就走，你不能在那玩到很晚。保证。机长。耶。那我们给他带点猪蹄儿。小天，我好像有点缺氧，我去活动活动，很快就回来。哎，珊姐，别太忙了。小树。不是也一样吗？我得下半场做准备啊。彼此彼此。行了，别老看时间了，差不多了。去洗个澡吧，睡衣换上，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，就该睡觉了啊！爸爸，就再等一会儿可以吗？你磨蹭磨蹭就差不多九点了，忘了你妈给你下的每天9点钟必须睡觉的死命令了啊？但是今天妈妈要不在了。嘿，拿你爸不当家长是吧？没有，妈妈好像是这个。咱们这么晚去人家不太好吧？都说好了，就再等一会儿就好了。等一下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惊喜，你知道吗？惊喜？听你说这个话，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耍什么花样呢？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啊！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一个非常大的惊喜。你看来了吧？静静。跳跳，静静，你怎么来了，静静？你好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。邻居金姐给送来了卤味，然后静静非要现在给你们送过来。您看，您是下来取还是我们？不好意思，太不好意思了啊！我给您开门，您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开了。谢谢。三娘，我们家地址你告诉人家的？哎，你都不用跟我讲一声是吧？孙远跳，你现在主意是越来越大了啊！应该这家。那边801。801。阿姨好。跳跳你好。叔叔好。你好你好。叔叔好。你好。801，小镜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小跳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孩子们搞的什么鬼，大晚上的还麻烦您跑一趟。没事儿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我已经分装好了，然后每次吃的时候拿出来一份就可以了。太不好意思了，其实你们留着就行了，我们自己能弄，还麻烦您送一趟。邻居大姐的一份心意，我只是帮忙送一下，而且静静已经跟跳跳约好了。啊，对的对的。对啊，静静，我已经满足你的要求了，叔叔还有跳跳呢，要早点休息，所以我们回家吧。没事，反正都已经到家门口了，进来喝杯水吧。对呀。不了不了，改天吧。妈妈，能不能就玩一会儿滑呀？就一会儿可是。走，我带你去参观我的家。静静，我们说好的，就玩一会儿。你怎么？哎，你也别着急，
现在家里面都是一个孩子，所以碰到能聊得来的小伙伴呢，就想方设法要往一起凑。你就让他们忙活吧。哎，你也进，请进。那麻烦了，请。这只白的好大呀、啊！走，我带你去看我的海盗船。走。哇，有两艘海盗船。嗯，这都是我拼的。说好了就玩十分钟的，不然回家太晚了。知道了。跳跳，带静静出来吃点水果吧。啊、嗯，谢谢，不用了。静静，哎，让他们玩吧。啊，我给你倒口水喝。您别麻烦了，真的是孩子越大主意越大，不像小柔这么好带。那静静这个孩子还是蛮乖的，啊，我去把这个腾一下啊。哦，好。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签署完毕了。听说你一直在催斯蒂文，我还挺意外的。有什么好意外的？以为你又会用什么非常规手段赖掉这笔转让。大理运输的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，以后就会是个定时炸弹。我不能帮小唐湾找麻烦，其实就是不帮自己找麻烦。这个逻辑很难懂吗？我只是看不懂你的思维逻辑。契约精神，所有落到合同上的都必须执行。言下之意，不在合同上的就可以随便胡说八道。方是方法，见仁见智吧。如果我真的走了，换李玉来做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不会走的。为什么这么认为？因为我不会看错你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还是被你牵着鼻子走了。你可以说我知人善用，谢谢。希望你是找我做帮手，不是做帮凶。你挺凶的，但是你做不了帮凶。让我再提醒你一句，水至清则无鱼。如果不舒服的话，就不要勉强，做个拉伸吧。我跑了很多年了，这中间除了怀孕，几乎没有间断过。最近太累了，身体有点僵，跑开了就好了。那个，啊，谢谢您帮静静辅导作文。哦，其实我也就是随便给他讲讲，就算是抛砖引玉啊。静静聪明，一点就到了。我就不太会辅导，只要他一写作文，家里面闹得鸡飞狗跳的。其实我也就是跟他瞎聊聊。孩子懂的事情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多得多，所以有的时候聊着聊着，他们自己就能明白了。哦，你还挺有心得的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您的手没事了吧？哦，没事了，好多了。好呀好呀。哎，哎，陈律师最近封闭，家里没有老人帮忙接孩子吗？老人啊，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忙。还好就是我们单位的管理比较人性化，嗯，对我接孩子的事情呢，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啊，那还挺好的。是是。如果您要实在忙不过来，我可以帮忙的。好呀，好呀，谢谢，谢谢啊！哎，别客气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您去。
喂，小天啊！快点！姐夫，姐出事了，我现在立马把位置发给你，你赶紧到医院啊！我带你去看那个。陈山怎么了？我会好好照顾跳跳的，谢谢。哦，我今天晚上不一定赶得回来。啊，您别担心，你回来之前我不会走的。谢谢。呼吸停止，开始抢救，快快快！陈律师突然昏厥，明天的股权会暂时取消。不，先不考虑何律师，我要看抢救结果。对，先这样。小天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啊，姐呢？在里边。啊，她怎么样了？现在不知道。不是，怎么在家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突然一下就昏倒了呢？他就说他就说他脖子不舒服，然后去健身房跑了一会儿，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怎么就去健身房跑步了呢？跟谁去的？哦，连总。林继坤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害陈晨？换一片晴天。